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名十地位第七段，第七段第二首偈看起，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若能摧田助魔力，则能超出四魔界。这两句是用大啊，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给我们讲出啊，这个四魔啊，前面呢跟诸位也介绍了。这个意思没说完，今天我们再看这个四魔里面的第四种啊。四魔是第一个是五蕴啊，蕴魔；第二个是死魔啊。为什么说死魔呢？我们学习，学习的不圆满，寿命到了，那这确实是魔啊！学习不圆满，寿命到了，还要接着来再学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认识得很清楚啊。你如果认识清楚了，你就会在这一生当中非常认真努力，把这一生应当要学的都学好啊。学好了之后就向上升啊，就像读书一样啊。我现在读三年级，我三年级功课学得很好啊，门门呢都得了高分，那明年一定升四年级，就不再三年级了。如果三年级没有学好，还要留级，明年还要学。这个就是人死了之后啊，他又回到人道了，回到人道上留级。如果学得很不好，这个分数差太远了，那就降级。降级什么？就把你降到二年级去了。二年级学不好，就降到一年级去了。我们在六道里头啊，人道的功课没做好啊，就降到三途去了。恶鬼畜生地狱。如果学好了，就往上升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人道的功课做好了，遇到殊胜的缘，这个无比殊胜的是净土啊！所以这个经上说的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净土。那个因缘就是缘分，遇到这个缘分，自己有善根有福德，能好好的抓住，那这一生就做佛了。这个是太殊胜了。那么你还没有修好，就是有善根有福德也有因缘修得还不错，但是没有成熟，寿命到了，这个事情麻烦了。所以它是个死，是个魔障当然呢，这个修得好的人呢，多半都能够延寿。这个是我们看到过去现在修行人呢，
延长寿命的很多很多。可是延寿如果延得太长了也不好。你比如说我们修行，真正修行到功夫成片就可以往生了，还有寿命不要了，这个聪明啊。所以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念佛人念佛三年四年五年往生的很多很多所以有人就问我，是不是这些人他们念佛的时候寿命只有那么几年，刚刚好他就到了就往生了？这个说法不合逻辑，哪有那么巧的事情一两个人也许有那么多人都是三五年往生，这个就决定是有另外有个道理在绝对不是说那么多人都是那么巧寿命只有三五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三五年走了？他功夫到了，成就了虽有寿命不要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这个银阔法师他念佛真的念佛见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念得非常恳切。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到你这个寿命到的时候，佛就说我来接引你云阔法师不要，他说我现在就要跟你去，我十年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也同意也接受了，所以佛就跟他说，那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见你他就很高兴，果然三天就走了所以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得。为什么不能贪求长寿？人到老的时候就糊涂了，业障现前了，到那是怎么样？一糊涂就走不了，就西方极乐世界就没份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这很可怕。凡是念佛往生的人都是头脑清醒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临命终时魔镜很多，一概不理佛来了跟佛去，不是佛来了说什么人来都不跟他去只有阿弥陀佛来我才跟他去如果说是药师佛来了释迦牟尼佛来了都不跟他去，一定要阿弥陀佛我才跟你走，这就对了。所以你想想看，头脑不清楚怎么能往生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不贪图寿命那功夫成熟之后住在世间能住得长一点，那是什么呢那也有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有法缘，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念佛往生那这个应该要多住几年不能说你一成就马上就走这个太不慈悲了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这个里面情形也不是单纯的，也事情也挺多的所以一定要了解要明白。如果没有发愿，没有发愿马上就走
啊，这个法缘是怎么说法呢？经上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就是你教他的不信，或者呢，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这就是无缘之人。如果你教他，他相信，他能理解，能依教奉行，这就是有缘。有缘的人多，那你就多住几年；有缘的人少，少住几年。啊，随到自己功夫成就，这个成就不是很高的成就，啊，功夫成片就是成就。啊，因为功夫成片呢，真的万缘放得下了。舍弃寿命求往生呢，这个例子很多，佛一定会来。啊，感应道教吗？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吗？啊，这个理事都要明了。啊，就不会受这个死魔的障碍了。哎，他障碍不了了。啊，你这一生成就了。说实在话，成就不成就，关键在你能不能放得下。只要肯放下，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凡是不能成就的，放不下了。啊，名闻利养放不下。贪图五欲六尘放不下啊，再一个什么不肯舍命，贪生怕死放不下啊，这个没有法子啊，你就这个功夫决定不得力啊，所以功夫得力也没有别的秘诀，就是放下。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懂得了，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啊，没有一样你带得去的，啊，而且你一定要知道，人命无常，啊，纵然身体很健康，现在这个世界横祸太多。就是我们讲意外事故非常之多，你能够保证自己不会遇到吗？啊，遇到意外事故你就措手不及，这也是谋啊，如果不是真有功夫，这个意外死亡的都不能往生。啊，你比如说发生车祸，啊，车祸而死亡的，在他那一刹那当中，他是不是念阿弥陀佛？所以人的往生，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啊，车祸多半是惊慌失措啊！啊，心里一慌一乱一着急，跟阿弥陀佛的缘就断掉了，随着业力去投胎。自己做不了主了啊！念佛往生是自己做主去的，你就想想看，临命终时你能不能做得了主啊？大灾难现前自己能不能做得了主，依旧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所谓什么呢？不惊不怖啊！啊，
再猝然的这个灾难现前，没有恐怖。啊，今天还有同学来跟我说，啊，如果一旦的时候第三次大战爆发，啊，核武战争、生化战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到哪去躲去？不必躲。啊，纵然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要我们什么心态呢？像看放烟火一样，不惊不怖，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决定得生。啊，何必去找一个什么地方去躲避呢？没必要。啊，这个中国古谚语所谓的“在劫难逃”啊，你命里头在这个劫难，你逃不了。啊，那么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可以逃得出去，不惊不怖。一心不乱，念佛往生。你看这个方法多妙。啊，这个方法真的像心经所说的，度一切苦厄。啊，这样的幸运绝对不比观自在菩萨差了，不比他差。啊，他是深般若波罗蜜多啊，我们这个不惊不怖啊，幸运持名求生净土啊，就是深般若波罗蜜多。啊，那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丝毫没有留恋啊，在这个世间一切我没有的，我没有一念的希求的心，我所有的我没有一丝毫贪念的心，全放下了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念佛功夫成片呐，只要有丝毫没有放下，你那个功夫都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到极难的时候，临危的时候，那一点东西就是你的病根，你放不下。啊，你把这一生呢，求生净土的缘，当面错过啊。你说多可惜。啊，这是四魔啊，或不现行故，超烦恼魔。啊，烦恼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那我们的功夫也就分三等，上上乘的功夫，这三种烦恼都不能现行，这上乘功夫啊，我们讲的什么理心不乱呐，啊，中等的功夫啊，见思尘沙不现行，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啊，下等的功夫，我们现在不讲上面，单讲下面。下等就是我刚才跟诸位所说的啊，功夫成片，这下等功夫，为什么呢？下等功夫啊，只要肯努力，人人都能做到。啊，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啊，如果讲中等上等，那不见得你能做到。啊，那是真的。所以净土的殊胜是在下品。
啊，下三辈无比的殊胜。因为下三辈啊，在修其他的法门呢，你有这种功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很麻烦啊！你不会堕三恶道，来生到人天，麻烦大了。啊，所以净土殊胜呢，不在上了，在下了。哎、啊，这个下辈三品呢，这是无比殊胜的，啊，这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纵然是下下品往生，都无比殊胜。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你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见阿弥陀佛。你就见十方一切诸佛啊，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么多人来教导你，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找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啊，到极乐世界好老师太多了，太殊胜了啊，都是诸佛如来等觉菩萨啊。那么这些人降伏烦恼啊，烦恼从哪呢？都从欲望来，尽量把自己的欲望降低啊，把自己的欲望啊转变成念佛啊，对念佛对求生净土产生强烈的欲望，对这个世间出世间法的时候，通通把欲望卸掉，不干了啊，那你就真的智慧现前了啊，你舍得干干净净，就一尘不染。下一句呢，觉佛舍利苦，超天国。佛的舍利啊，如来果地上十种殊胜的能力。在前面呢，我们略微提了一提菩萨的啊，这个佛的舍利呢，我们在这念一念。第一个是事处非处之理啊，什么叫事处？因果相应。种善因得善果，就是事处。说种善因呢，得的是恶报，那是非处，没这个道理。啊，造恶因呢，一定会有恶报，这是事处。啊，佛实在说。原教我们华严经初住以上就是佛，就具足诸佛舍利啊，十种都是从智产生的啊，所以都叫做智力了。下面讲的业智力、定智力、根智力、欲智力、戒智力、智处智力、虚命智力、天眼智力、漏尽智力啊，这个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漏尽就是烦恼短尽，
也就是说，这个无明都断尽了啊！无明就是华严上讲的妄想。那么，我们要讲什么叫天魔啊？魔是来折磨我们的，是来找麻烦的啊，是来障碍我们行道的啊，这个总要认清楚。那天魔可以说除了前面所讲的，它不是无人，它不是死，它也不是烦恼，除这三大类之外，通通叫天魔。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外界的诱惑啊，就叫做天魔啊。你能不能不受外界的诱惑啊？外界譬如说夏天很热，你能受得了啊？冬天很冷，你也能受得了啊？这不是人为的，这是自然的啊，就称为天魔嘛啊。荒年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水源或者是严重污染的时候，你得不到饮水啊，饥渴你能不能忍受？这些都是属于天魔。天魔啊。那么还有在人事方面，嫉妒障碍啊，你修行别人要破坏，也属于天魔啊。你能不能真正做到啊？外面可以不受诱惑，内呢能做到不动心，这就是禅定。在念佛人来讲呢，这叫念佛三昧。所以你有如来这个十种力啊，这叫觉啊，觉佛舍利故，超天魔啊。啊，为什么？因为这十种力对外面环境啊认识得非常清楚啊，任何障难逆境我愿，你有智慧啊，啊你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啊，这叫超天魔啊。啊，你能保持你自己的清净心呢？啊，保持你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自己的真心。大菩提心绝对没有受到丝毫伤害。你就超越了啊，逆境、顺境、善缘、恶缘都没有办法障碍你，你超越了啊。所以学佛要学智慧，要学觉，
可不能迷啊！一迷，在境界里头，你就做不了主了，你就会随着境界转，那可麻烦就大了啊！随境界转的时候，你就造业了啊！那么这样又转到六道里面去了。啊，所以这错了啊！啊，这是第三句，我们再看下面一句，第四句：若能超出四魔境，则得至于不退地。八地菩萨了，叫不动地，这个不退呀，就是不动的意思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啊。但是诸位晓得，此地这个境界，这个菩萨了，是实相位。这就是告诉你们，实性位里头，有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乃至于等觉菩萨的心，他统统都有。啊，那么我们要问呢？是不是一定要到第十地呢？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经上看的是贤首菩萨是第十地的菩萨啊，这个实性位的菩萨，是不是要到这个时候才有呢？那这个初性位有没有呢？有，初性位就有，不过没有实性位这么殊胜。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老实话，你要问我，我连粗信都不及格啊！为什么呢？粗信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我没断嘛！啊，我没断，那就不是粗信啊！啊，可是我们今天说。向着初心是走同一条方向同一个目标，我还没有走到初心，菩萨已经入门了，我还在门外没进去啊。就像四果一样，初果相啊，的真正修行人向着这个方向目标走，正确没偏差，但是还没走到，走到了他就是出国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实地心呢？还是有啊。我们学的也很得受用啊。那么我在这些年当中修行不是一帆风顺啊，很多考验啊啊，顺境逆境、恶缘善缘，通通都遇到啊！啊，曾经受过严重的打击啊，不止一次啊，常跟我的同学们都知道啊，啊，你看我怎么样，都平平安安度过。都在佛法里面学到的道理方法啊，我们就用上了啊，不与人争啊，保持心地的清净祥和，这非常重要啊，可不能有一点愤怒啊，逆境不能有愤怒
啊，顺境里面不要生贪念，啊，保持着平静，那么这个就是地上菩萨境界。啊，我们现在初学也就用上了，啊，真得受用啊！啊，不一定哦，一定要到十地位才修这个，那就错了，那就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就不是的。啊，我们在华严里面常常读到啊。51个阶级，每一个阶级里面都圆满具足其他的50个阶级。啊，你就晓得，初性位的菩萨具足等觉位性啊。等觉菩萨呢，也必然具足了初地菩萨，这个初性菩萨性。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都是没有到初心位，初心位没到啊，啊，可以说初心向啊，向着这个方向啊。等觉菩萨到如来果地也是这样子，啊，你看他日常生活行为的时候，绝对没有违背《弟子规》。绝对没有违背感应篇啊，好像他在生活当中呢，在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圆圆满满，哎，条条他都做到了啊，这才叫一切一切，这是真理啊。为什么呢？他是信的。六道凡夫，三途众生，哪个不具足呢？哪个人有缺陷呢？没有啊，为什么呢？自性本有的，啊，只是他被烦恼盖覆住了，障碍住了，啊，所以要晓得那是性的了，他怎么不具足？啊，他在凡夫向我们去做，他这个实性的，他成了实性菩萨了，实住菩萨，实回向菩萨了，实地菩萨等觉成佛了，还是去做啊？诸佛如来跟我们这个凡夫在性德上讲的时候，不增不减，诸佛如来不比我多，我不比他少啊，只是问题啊，就在觉迷啊。我觉悟什么？我会用，迷的时候啊，我不会用啊。你比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会用的人怎么就生气、啊，就发脾气啊，啊，愤怒啊，给错了。为什么呢？性德里头没有愤怒啊，性德里头有欢喜，没有愤怒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性德里面没有贪念啊，有欢喜没有贪念，这道理要懂啊。啊，所以你才晓得基本的教条啊，是性德的自然流露啊。我要不用这个东西来检点检查我性德有没有流露出来，你弟子规展开你检检点点，我的性德流出来多少，还有多少没有流露出来。你如果这样去看呢，啊，看《弟子规》，看《十善业道》，看这个《感应篇》呢，你就会非常欢喜。
啊，佛有我也有，啊，圣人有我也有，并不输的啦，啊，只是他已经自然流露出来了。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烦恼在障碍我们，麻烦在这里，不能不知道啊。啊，知道了的时候，我的学习的心态不一样了。啊，你好学，非常喜欢学。啊，而且自己有信心。啊，生佛不二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我本来是佛，我为什么不能成佛？啊，想想佛在经上讲的，我不能成佛，就是因为妄想执着没放下。哎，妄想执着都不是真的。啊，就像马明菩萨讲的，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本来没有，本来没有的很容易放下。啊，本来有的自然现前。啊，你说凡夫修行有什么难呢？啊，难是难在你迷惑糊涂啊！啊，给你讲的这么清楚，你还没听懂，迷惑颠倒，难在这里。啊，一迷惑，决定不肯放下。啊，那怎么办？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将来有没有机会成佛呢？有，那不晓得什么时候，肯定是有。啊，你要问什么时候我能成熟呢？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熟？这个答复是正确的。啊，现在放下，现在成就；明天放下，明天成就。明年放下，明年成就。啊，这一生放下，这一生成就；这一生放不下，来生再说。佛帮助众生，生生世世啊，啊，从来没有懈怠。啊，这个没有懈怠，注意什么？诸佛菩萨帮助众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如果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不但不是佛，他也不是菩萨。啊，菩萨虽然也有起心动念，啊，但是他已经很微弱了，啊，并不那么严重。我们的起心动念是非常严重。那么不动地，换一句话说，几乎啊，完全回归到自性，自性不动。啊，这个两个字要认清楚。啊，大乘经教里佛常讲，觉性不动。啊，觉是佛性。性是发性，佛性跟发性是一个性。再跟你说，一切众生跟这个也是一个性。啊，我们用唯识的说法，你就好懂了。发性是什么呢？发性是阿赖耶的自证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性是什么呢？佛性是阿赖耶的正自证分。啊，万事万物是什么东西呢？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的相分。
啊，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是阿赖耶的见分。啊，讲这个虚空世界众生啊，一切的依报相分啊，总是一体啊，能现的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心现嘛，阿赖耶的自证分就是心，心现，它能现。能变的呢，是阿赖耶的见分。啊，见分能变，相分随着见分变，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就讲清楚了。啊，你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很透彻、如如不动了，那正自证分，正自证分叫佛性。啊，使自证分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自信本有的智慧。啊，《华严》不是讲吗？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他讲三个。啊，那个智慧就是正自证分，啊，得呢就是见分，相呢就是相分。我们的这个三分跟诸佛如来藏相同的，丝毫差别都没有啊！所以那个不动啊，重要啊，觉性不动啊，啊，自性不动，觉性不动。那动的是什么东西呢？动的是见分，见分动了，相分跟着动。所以见相两分是动的啊，这个见，我们现在讲心啊，心法，相呢讲色法，那我们世间人讲呢，见分呢是精神，相分是物质啊，这个佛性呢就正自正分，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那精神跟物质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自证分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自证分能现。这个佛讲得清楚啊，好明白啊！哎，你知道觉性不动，那么你要晓得不动啊，才能回归自性。所以佛教众生呢，啊，我们一般经常讲佛度众生呢。用什么方法？用禅定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的禅定。如果动，就不是佛法；不动是佛法。啊，你看念佛要念到什么？一心不乱，那不乱不就不动吗？啊，所以念佛人用什么修这个不动心呢？用智持名号。啊，你看古人不是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啊，不管什么境界现前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总不外乎这四大类嘛。现前的时候你能够如如不动。啊，顺境善缘，不起贪爱，那个贪爱的心才生。南无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了，这叫慧念。啊，逆境恶缘现前呢，南无阿弥陀佛，把嗔恚的心、愤怒的心、不高兴的心打掉了。啊，永远保持你一心。一心是不动，二心就动了。
啊，那么你要能保持到一心，你看看我们现在什么地位也没有，我们居然也修八地菩萨的不同地啊，你就知道啊，一界一切，一切界一，这个范围多么大，多么深广，真真不可思议。我们虽然也都学，为什么呢？他自信里本能有嘛，就是透出来很少啊，透出一点点呢、啊。啊，你这个菩萨阶级越往上提升，透的就越高，啊，那么它的效果就是这个功力就越大。啊，我们现在开始懂得这个道理，啊，向着这个目标，向这个方向啊去走，没有错，啊，你会感觉是越来。越殊胜，那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学啊，运用佛菩萨的教诲啊，什么样的难关都能突破，就像前面讲的摧天诸魔力，超越四魔境这个就是障碍啊，重重障碍啊，我们都能够越过啊，到心地里面有主宰了，像华严经前面所讲的五欲王位富饶、自乐、名称，通通不着，你心就不动了。所以，动念的那个根没有别的，贪欲，贪欲的范围太大太大了。这个是自信里头决定没有的啊，自信里面有的是什么？自信里面有的是不动，身心清净，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所以你转过来之后啊，阿赖耶就叫做大圆净智啊，这用这个比喻好啊。你心像一面镜子呀，啊，镜子有没有起分别？有没有起执着？有没有起心？通通没有，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到八地菩萨能看到这个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生灭法，啊，宇宙一些万事万物，啊，看到它的真相，啊，那么这种真相，现在科学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不错，他讲。相似相续，这个话讲得好。我们佛门里面讲有讲相续相，但是加个相似相续好。为什么呢？让你知道那个相续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相续，是相似相续。这名词用得好。啊，所有一切现象呢，通通都是相似相续。那么换句话说，本来不生啊，哪里有灭呢？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不依不依，就在当下了。你进入这个境界呢，这个境界就叫不动地。我们现前虽然连个初性位还没有得到，与这个有一点影子了，就有很大的受用啊。为什么呢？你心清净，你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啊，这个法门就是八地菩萨所修的啊，妙极了。有这种认知，你的功夫会得力啊。求往生只要功夫得力，你就有把握啊。功夫不得力的时候，你受这个外面境界诱惑，你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了，那就糟了啊。所谓不动的时候，我在一切境界里不起贪嗔痴慢，不动啊。这个不退地就是不动地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